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来上课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咱即马阁继续讲，即个假设一个温泉，即他都有讲过，就是讲满清政府的时阵，对田园的调查哦。马马虎虎啦，啊！你有十家，你该报五家，啊！所以剩五家哦，对，叫做温产，哦，温埋起来产，一个制度也有关系。过去山顶、山哦，诶，竹啊、树啊，叫做公共财，公共的财财，袂输讲在海内底河。你要抓会使，我要抓嘛会使。啊，你山顶的这块竹啊、树啊，就是共有的。但是日本政府来无共款。日本政府规定，这个山有地主无？无。什么人嘛袂使讲，这块山我的，因为这是公共的，所以伊都该日本人都该化成私人，还是化成日本政府的。啊，他不会和日本的官员，哦，所以这个制度上哦有区别，哦。在山林方面哦，在山林方面，这个晚清时阵哦，无去牛啦吼，阿妈。无迄业主员啦吼，啊！1910年，日本人来台湾15年了后，开5年的时间落去调查，吼、哦、啊，厘清了官有地与民有的林野，吼、哦，来厘清吼、哦。所以官有地吼、哦、96万家，啊，民有土地干那56000家。那差遐多，哦，就是无主的土地哦，96万家。你知影迄个满清1683年西戎来占台湾的时阵，这个土地开发，哦，在西部一带拢总18000家，啊，18000家的土地，西戎落地大概得7500家落去。外国啦，哦，啊，村的种瓜有诶分2000家，有诶分1000家哦，啊，分分去，哦，啊，所以西戎哦，设立10个收租的所在，哦，全部在收租，啊，但是满清政府对西戎嘛无放心，你来住北京，所以西戎的后代拢去住北京，好、哦，这就是诶制度哦。你也知影讲，迄阵得18000家，啊，即嘛96万家，96万家，18000家甲96万家差偌侪？差50倍咧。哦，台湾人拥有的土地，干那是5.5%。哦，台湾人拥有的土地就少。哦，啊，其他的人变做。其他土地变成国有土地，哦，啊，日本大企业来经营，哦，啊，所以本来靠山林为生活的人哦，就面临绝境，哦，这就是讲把土地日本政府全部摕去，哦，文化协会在台湾农民运动，哦。伊扮演的渠门运动，吼、哦，因为伊的文化演讲团哦，得转到拢去演讲，吼、哦，互咱的台湾农民看清，吼、哦，日本殖民者的迄个欺压，吼、哦，敢那这种国家抢夺土地，对农民压迫，吼、哦，丢米甲金蕉往来的农民压迫剥削。我问一句话：天下第一戆是啥物？
对对对，对对对对，天下第一讲哦，正甘蔗和回下崩，那正甘蔗和回下崩是天下第一讲，因为哦，迄种规定啦哦，糖厂哦，你即间糖厂，你会使许即块土地，即块土地拢爱交互即间糖厂，啊，迄块土地拢爱交互迄间糖厂。虽然糖厂甲糖厂哦，小话，吼啊，但是你袂使越去交货，啊，所以哎，过来就哇，你100斤，我甲你称一下，剩60斤，吼啊，所以吼、哦、天下第一讲哦，正甘蔗和回下崩，吼啊，即摆是天下第一讲是食荤不农。在1920年代，随着近代民族运动甲阶级斗争吼，台湾农民觉醒，吼，并作台湾解放运动的重要的一环呐，吼。加上加上天下第一公，正甘蔗和回下崩，哦，所以咱来知讲迄个时阵讲的为啥呢？哦。就是你干那些专卖来呢？吼，专卖啊！啊，迄个计小时在人追，吼，吼。这款甘蔗是袂重要，这食的啦。啊，这咯，这做糖的啦。啊，这做啊，制糖哈、哦。因为在1905年后藤新平哦，诶，糖业保护政策是哦，采收区域制度，就是讲你这个区干来搞这间，那个区干来搞那间，好、哦。在指定的地区内底哦。无许可，袂使设立糖厂。哦，同时甘蔗也袂使运出去吼，指定地区之外。哦，所以日本人伫拥有台湾前吼，即个制糖吼叫做糖铺。哦，糖铺甲蔗农的关系是真侪。啊，你知影？知影国民党来对这個？蔗农安怎处理无？耕者有其田啊！我讲哦，国民党来哦，国家强，不是3500。耕者有其田，你这甘蔗种哦，爱2年啦，2年才能收割啦。哦，啊，你头一年我请你，第二年我请伊，啊，这。地产都唔是你的，嘛唔是伊的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拢变做台糖的，变台湾糖业公司啊，所以你即摆来买哦，要对大片的土地，一定爱甲台糖买，哦，这就是国民党哦，甲你加哦，你唔知啊，用加唔知啊。这个小哦，爱国省。蔗农哦，把根的回下的收入的对哦，变做回下的佃农哦。这表面上看不出来哦，有什么缺点？但是第二种回下所提供的钱代金，哦，因为计小时压伤过低哦，所以台湾的蔗农变做农奴了，哦，因为是为什么？就是采收区域制度下，咱那自由交易，吼，啊，你这间糖厂。出来继续较歹，我就来去另外一个糖厂嘛，爱干那卖，哦，
无用自由会买卖，吼、哦，啊，无用自由会买卖，结果就是即挂价龙吼，吼、哦、去用剥削。啊，介绍回家丁，吼、哦，价龙吼袂使拒绝，吼、哦，啊，请的时阵哦，刻意减少斤两，一百斤改称成六十斤，吼、哦。啊，其他的规定吼、哦，就是讲，什么爱六道离啦、四尺四丘龙，就讲、是，你爱离山啊，爱离六道，哦，这我都唔知啊，吼、哦，否则每千斤扣两角，吼、哦，爱放肥料二十五包，啊买阿伯你若无安尼创啊嘛扣两角，吼、哦，啊价龙。除了生活所需要的，每年爱亏损200块到300块，哎、欸，200块到300块不少钱呐、啊。因为那不少钱呢，因为这个300块有一个记录，吼、哦，这个台湾唔都袂使，台湾唔都得卖鸦片的吼、哦，啊卖鸦片的时候，这个蒋渭水，吼、哦，拍一张电报。去水西的这个日内瓦国际联盟控诉日本政府在台湾卖鸦片，啊，日本政府哦，这个国际联盟讲澳洲的代志，所以就派几十个人来台湾调查，看有这个代志无？啊，日本政府要怎处理？专叫哦。连前的阿公叫做连横，叫做连阿东，伊写一篇文章，伫报纸发表。这篇文章讲，台湾人有今仔日的经济奇迹，除了台湾人勤俭打拼以外，嘛是受到福寿哥的帮忙。福寿哥就是阿扁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哦，迄个时阵哦。连阿东吼、哦，向马，向向马吼、哦，伊个时阵有一个叫做立色，就是即摆大概讲个，敢那胡伦虾啦，迄是一个死虾，吼、哦，就该骂，啊，伊个知影在咪台湾躲袂掉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日本人给300块，吼、哦，就我即因为即是讲300块，转去中国。所以连简公含着金汤匙出生哦，还欧北公，哦，提300块就去啊，哦，哦，这是历史的记录哦。1927年，都有62000架，好、哦。土地就入去日本的资本家糖厂的土地了吼，文化也未来个农村，不知不觉中唤起民族甲政治意识吼，所以贾龙为1923年开始勇敢吼，对高高在上的这种国家提出收买甘蔗的计策。用个团结的力量来对抗，哦，所以发生了几啊件迄个贾龙的事件，哦。在1924年、1925年之间哦，有一个林本安哦，这趟回家，哦啊，明治这趟厂哈，等等的一挂，就拢有争议了哈，甲贾龙之间的争议。另外一方面，日本的资本主义对台湾农民的团结，除了运用警察和法院的力量外，那嘛采用一贯的对策，就是吼、哦，收买一寡贪小便宜的人吼、哦，叫做分化虫。这步、哦，到个今仔日嘛得用，吼、哦，伊就挑工甲台湾人区别做，吼、哦，这个客人吼、哦，
客人哪会去用区别去？啊，就是互你带几区嘛，你即区干来会使带客人嘛？吼、哦，啊安尼渐渐都你都分化掉，吼、哦，即叫做分化虫，吼、哦，运用即挂分化虫进行各种破坏，吼、哦。这是明治制糖厂哈，这块这块吼是迄个窄轨吼，诶，迄个黑车啦吼。咱迄个黑车吼，咱台湾的黑车叫做五福那车，那叫做五福那车，吼。因为第一个英国人发明黑车的时候，伊的宽度是四英尺。八英寸半，这是史蒂文森哦，伊发明黑车的时阵，伊的规格。啊，来个台湾的时阵哦，因为台湾哦山较侪，所以哦，你若要开开四英尺哦，八英寸哦，哎，这崩坑嘛都爱较大坑的咧吼、哦。所以，家己迄个做窄轨哦，啊，所以叫做五福那车。啊，这款哦，这款车哦，搁较细台，哦。咱较细台有迄个轻便车，即马是较无看到吼。好、哦哦，这是大日本自长回下。哦，啊，真来出来些多、哦，这就是在讲吼，这吴伯雄吼、哦，伊个阿伯吴鸿齐。吴鸿齐是一个法官，在日本时代，啊，国民党给抓起来，啊，给打死，啊，因某就是伊的阿姆，吴伯雄的阿姆，跳江去找，啊，去倒找，去到南港桥下发现着尸体，哦，啊，尸体这个吴鸿齐应该是哦穿西装的，但是西装拢无去啊。啊，穿一件内裤，啊，南帕裤用挂起，他咧吹的，哦，啊，这吴伯雄哦，转去对国民党，这真奇怪的代志，哦，这叫做一丢的病，丢的种病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，哦 ，Stockholm Syndrome。下面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，都、就是哦，对。甲你加害的人哦，过去来拍马屁，哦，这发生真侪件哦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。李娜事件哦，甲李娜的浪费哦，这嘛发生着真大的事件哦，这伊这么遐有林本源这腾回下哦，啊林雄真。做社长吼，啊，经营权给日本人，吼，啊，这个台中吼，顶顶的所在吼，这个五百个迄个甲龙团结起来吼，啊，结果林本源回社每家增加五块作为临时补偿金，吼，每家的土地增加五块。啊，这就是农民嫁农哦，因去争出来哦，这是大概安尼哦，这空前的成功了哈、哦，因为以前唔捌有这款的代志。本来也要在李林的农嫁农哦，自动自发的迄个农民运动啊个啊。开设哈，伊农村讲座，哈，农村讲座，啊，所以来听的人真多，哈，啊，民族甲阶级的迄解放问题，哈，啊，第讲日本人也唔对，哈，好，啊，会长要求林本源甲一千大军平均往个七块以上来收买。
这个李林的一个嫁龙，第一届1925年6月哈，组织李林嫁龙组合。李林在倒位，李林在这个中华钓，中华哦，北港哦，哎，应该是云林啦吼，在云林啦吼，北港的南部。这个李林就是这个1624年在日本吼，咱有一个干事节，严思齐吼，准备要去推翻日本政府，但是无成功，带着20几台船，全走来这个北港，吼，啊，全去带李林，吼，所以这李林的人哦，有较特殊啦。啊！李林甲李水阁无共款哦。李水是伫即个南投，是即个罗水溪哦，为遐分做两条水出来。哦，李水，哦，即马去遐嘛，有一个林先生庙，哦，要安怎去做即个水坝？哦，啊，一个工程师哦，叫做林先生，无名啦。啊，即马该做一个庙伫遐。第一个农民组合，吼李林嘉农组合成立，啊推荐吼李应忠做总理，吼，这就是李应忠吼，我挂目镜。李应忠毕业在医学校啦吼，啊1920年。在蒋渭水的领导下，首先成立文化公司。这文化公司就是后来的台湾文化协会的前身啦，吼。啊，1924年在洪山，李林对这个农业运动就真注意，吼。这是头一个农民组织，吼。李林嘉农组合，吼，成立大会。1925年10月22日，日本建设，哦，佮请30多个外人开始收割即个甘蔗，引起蔗农的公愤，100多个人哦来阻止建设肥大起，但是两万建设的配套可去用抢走，哦，啊，农民牵石头啊，哦，过阵讲啊。大批的警察才阁来抓93个人，吼，其中47个人上法院，吼，在日本，日本劳动农民党，日本也阁一个好处，日本也阁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你台湾的警察乱七八糟的时阵哦，日本那边来甲你帮忙，日本人不是讲干那帮助日本人来俩。日本人来帮助你台湾人，哦，这个台湾目前的情形都不同款，哦，为东京，哦，这个律师哦，布施陈志，由东京来台北，哦，支持李林的这个嘉农，哦，啊，这会社方面派出分化从。柯炳做代表，柯炳买手也是真出名的一个人，哦，啊，捏造事实，虚报有400-500名的暴徒，哦，啊，李应忠向日本法官哦，用个台语表示，嘉农运动是要争取人格解放的要求，哦，这对柯炳。哦，伊较少年的时阵，哈，诶，即个相片，1928年9月，一个25个人被判罪，啊，李应忠，哈，他都系李应忠哦，有判过8个月，哈，
李林事件发生了，农民采取不合作的消极态度，哦，所以在1926年，蔗田哦，甘蔗田哦，竟然有90000架，是为1916年来上少的，哦，上少正上少的，是，哦，啊，也還有这个洪山农民组合。即嘛发生问题，吼，哦！啊，陈中和嘛是出名人，买就伊后代做啥？高雄议长是吧？吼，哦，啊，陈中和不善，突然在1925年公告要为佃农收回洪山街。所有的土地700多架，诶，白根权啊，改为由新兴蔗糖种甘蔗，哦，啊，伊家呢求家己自身的利益，啊，本来的这农民哦，生活转困境，进入困境啊，吼，哦，啊，黄兆顺吼，毕业于台北工专吼，台北工业。台北工业就即卖台北工专，即卖因为台北科技大学了哈，好，伊气愤即个陈中和即种无顾农民的希望，好，要搁第即个武力的要求，第召集了当地的农民53人组织小作人或者佃农的组合，甲陈中和来斗争，啊，这就是陈中和哦。洪山农民组合成立了后，干结，哈，哦，干结就是要就叫国民党台西的哈，清洗些。黄兆顺、张昌海，哦，等，在过当年1月初4开始，在洪山郡，哦，召开农民工协会，哦，有连续说办25场，哦，启发农民，哦，的阶级意识，鼓励大家团结起来，哦，一起向大地主进行抗争。这就是在日本时代，咱有这个自由来组织农业是协会吼，农业的力量啊来对抗大资本家吼，啊，即马有无？即马，敢那较无这个经验哦。1926年，哦，火车派人来接收土地，哦，啊，当各地村耕的农民去冲突，干结发动罢农示威，啊，日本警察嘛是用个暴力相向，哦，新兴这整天又宣布在5月15日违反收回耕地，通知333名的小作人，哦，土地要还伊。但是，迄期限到的时阵，有269个人拒绝接受伊的要求。啊，1926年9月20日，干结他们大寮庄吼，这一个人的厝里中集会，日本警察来解散。哦，啊，伊干结过。哥吼，到啊，带家吼，一年吼，两日吼，甲当地农民吼300多人宣扬李林事件，哦，啊，这吼，这愈查愈厉害，吼，啊，日本警察来闹场，所以300人吼，全无解散，全去室外吼，
坐托一块托地吼，就坐地托卡点头吼，吼啊来讲以赏月吼，赏月为名，吼大大抨击建产，吼当局惊啊，吼风转农民组合对农民的影响愈来愈大，吼所以九月二三就掠干杰吼、黄兆顺等等的人。安尼，李林农业组合、组合甲洪山、洪山农业组合，拢是一连串受到中毒的迄个暴力镇压而夭折，吼、哦。所以，因为这个代志发生的时候，就变作台湾人发展出一个台湾农民组合，就是就更加快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时间，日本的迄个退职官员吼，强占土地三零吼，就是讲日本的退职官员哦，受到日本政府的照顾，吼，啊，甲一块无主的土地吼，变作日本人哦，退职官员的土地吼，这官有地实际上是吼。农民耕作的土地吼，啊，变作伊个吼，啊，发生大家土地争议，甲大家农民组合，因为大家有发生土地争议，所以真侪人全组织吼，大家农民组合。哦，啊，这农民组合有伊的规定啦，吼，哦，啊，赵岗等十三人在干杰的指导下，甲台南州虎尾甲高雄州大寮镇的农民联系，吼，啊嘛得到蒋渭水、连文清文化协会干部的支援，吼，啊，向台中州吼。哦发动八十多个人的游行示威，哦，要求取消迄个土地放领。这个时阵，洪山农民组合也配合，引起全岛农民的运动。哦，这就是讲，这一个所在发生一挂事件，啊，就渐渐一个这个事件扩大到全台湾。这个一发生这个事件了后吼，连公学校的学生吼，九十名也罢课三日，吼，连囡仔吼也三日不读书，啊，东京劳动农民党吼，伊向满天下控诉。有关台湾农民的困境，吼、哦，甲没收土地开发的迄个土地，转售给有产阶级者，对台湾农民暴虐无道的当局，吼、哦，转这个日本的农民党对台湾人吼的利益发出声音。台中市局长的张进江吼，甲彰化街，彰化街就是彰化市啦吼，潘克庄吼，在新地主建材的支撑下吼，雇用强行土地的耕种，在一处拄着建材当局的镇压，吼啊，这个时阵农民地主变成台湾人，失去民族对抗的迄、那个。伊这是啥物？伊这是甲新地主哦，换为日本人换做台湾人，啊，这嘛是一招，互你台湾人算到破功。哦，啊，一个台南州嘛发生问题吼、哦，啊是台湾农民组合后备支部就成立，
这婚姻的代志吼。啊，伫高雄，高雄州洪山郡哦，嘛有发生抗争，吼、哦，73届迄个官友队农民有82户，吼、哦，伫1925年哦，互总督放领互八日本的退职官员，吼、哦，啊，1926年3月初7，吼、哦。全感激大家这个开这农民演讲会，吼、哦，提升当地农运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时候简直啊，发现也威力了哈、哦。啊，即马讲一个，这个物件吼，就是咱。过去吼，讲杜秋平甲正吼啊，甲南北的关系，这是杜秋平较大，正秋平较大，正秋平较大，杜秋较大。这吼，这各地迄个见解不同哦。第一，这个左丞相。跟右丞相，左丞相较大啦吼。你要结婚吼，大伯徛正边啊，徛倒徛喺左边，男左女右，吼。啊，那男左女右，左手边较大吼。诶，啊，但是西方世界吼是正手边较大。所以圣经来对下讲哦，耶稣坐这个主的这个正边啊，所以讲咱这个翻译吼，讲坐主的大边啦，大边唔在正边啊，倒边拢讲袂清楚哦。啊，咱即摆在讲左右的代志哦，这是先说讲着左右跟南北。马太福音，这是圣经讲哦。伊讲，愿你叫我这两件得你的国度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正边哈。一个坐在右边的哈，啊，一个坐在左边的哈。耶稣讲，我所饮的杯，恁嘛都爱饮，哦，是坐我的左右。Yeah.我见哈，即讲哦，大卫哦，大卫诶，这咱大哥哦，读做大笔。因为那台最大笔吼，这个圣经来台湾哦，是用过这个罗马字写的，啊，迄种叫做大笔，吼，啊，用过华语写的哦，叫做大卫，吼，所以咱伫教堂内底吼，伫讲大卫吼，都讲大笔，吼，互圣灵感动，吼，主对我讲，你坐我的右边正边，哦，这就是讲正边较大了，嗯，这西方世界吼安尼啊，哦，您看到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哦，这就是讲这个西方世界因对正边左边的迄个看法。啊，人子要坐在全神在神全能的右边，哦，这嘛是讲正边了哈，哦，那使徒行传嘛是安尼讲了哈，哦，这咱都该略过去哈，
但是伫东方人的看法，吼、哦，咱来知影讲，咱家己的人哦，是安尼看法无一致啦，吼、哦。伊讲吼，文质伫左手边，武质伫正手边，吼、哦。军队中吼、哦，左为大为正，右为小为副，哦，军功。这样的配在衣服的左上方，所以这个是左手边较大哈，所以你看这个人，伊这个军功章在也左手边，哈。一个咱的庙的吼，庙的咧石狮吼，石狮是刚下坑的左一边，啊。我讲哦，你爱为庙的看出来外口，安尼讲，你袂使讲我看你，吼、哦，你为庙的看出来，左手边较大，所以左手边一定是刚的，吼、哦，阿母的在正手边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吼、哦，这个吼、哦，你来看，这个是正手边哦，伊七头一只睡觉狮。啊，这个就无得前世，这是左手边较大。这是我去琉球翕的吼，琉球这款狮吼，嘛是同款，伊这是文化同款吼，吼。金雕的时候，左丞相较大，吼，但是嘛有人讲右丞相较大。汉朝的时阵哦，右丞相较大；南宋的时阵，右丞相较大；北宋的时阵，左丞相较大。所以这嘛不一定啦。哦，每一个朝代哦，啊，清朝是左手边较大。哦，现代生活中哦，男左女右，哦，这大家拢知啊。哦。你嘛结婚结婚照的时阵哦，你注意看，你以前的结婚照，你徛在倒一边，哦，绝对袂定台，因为要甲你翕相的人哦，系绝对知影，你爱徛倒一边，男左女右，哦，哦，像这个就对啊啦，吼，这个查甫在左边嘛，吼，啊，查甫在右边。你爱为因看出来才对了，你袂使讲我看你，我看你在右边呢，哦，好、哦，爱为伊遐看出来，敢那庙的吼，迄个石狮吼，是为庙的看出去。南北东西，吼、哦，对南北的看法吼、哦，汉民族，吼、哦。南尊北卑啊，哈之外哈，东西方向古人哦，当边为首，塞边次之啊，哈。皇后跟妃子住的就是东宫、西宫啊，所以西太后是第二个啦，哈。你东太后较大嘛，哈。啊，爱西太后哦，东宫为正了，哈。西宫次之啊，哈。啊，所以即马汉语中讲东家，东家就房东嘛吼。啊，咱住的厝吼，哪些三合院、四合院吼，吼，正房就是北边、北房啦吼，吼，叫做上房，叫做主房啦吼，吼。咱来看一张图。哦，这张图哦，就是咱传统的迄个三合院哈、哦。这个中央要放下来，放哦，放这个就是已经死去的这个阿公阿祖，哦哦，啊，左手边哦，这是正手边哦。正手边，左手边先讲左手边哦，
倒酒瓶这是带老爸老母，吼，还是阿公阿嬷，吼，啊，这边就第二代就带呀，吼，就这边较大，左大，啊，右小。啊，衫嘛，同款哦。咱衫哦，你要注意，男左女右哦。衣服开襟后，男左女右哦。大波的衫哦，纽扣在右哦，扣门在左哦。咱来看多啦哦。这个小姐，这小姐也溜啊哦，跟大波的溜法不同款。啊，你对我，因为小姐，您的衫是不是这款的？哦，哦，女右男左哈、哦，对。底线工的南将北将。哦，伊个北将是迄、那个，拢是清朝的将军来导航的哦。因主张攻台啦吼、哦。啊，南将是张权子弟啦吼、哦。这做一张图是讲，之前讲的铁狼部队，吼、哦，铁狼部队你看卖哦，伊穿的衫哦。这挂拢铁架，啊！啊，这是图片，我咧欣赏一下吼。这是在琉球翕的相片。哦，啊，因大部查某无参详，这个在台湾咱区别个遐清楚。哦，啊，这个。这西啊上哦，也不较无同款，哦，但是无关，但是左右还是同款，哦，咱这个台湾的方式啦吼、哦，啊，因的厝尾顶会起一个这种物件，好，咱今仔日吼安尼，讲这南北左右小可知影一下，和咱的思想哦有较开放吼、哦。哦，了解别人是安怎创的。OK， 好，今日讲到这，感谢各位。各位好，欢迎起立。今日下课休困十分钟。林廖月清小姐、陈祖宝先生，请这两位学员到一楼办公室找林小姐。林廖月清、陈祖宝，麻烦这两位学员到一楼办公室，谢谢。